一定是要以觉悟先开始，哦，因为伊个层次就是爱安尼一直去哩，哦，所以觉悟了，伊会当互你较袂颠倒，哦，或者是讲，这个人处事根基的交修的叠加，啊，这款人我较袂颠倒，哦，虽然伊也未接触到佛法，但是你会感觉讲，伊在世时都无啥会烦恼，啊心就较清净。啊，你会想无讲，啊伊都还袂真正深入华义，啊伊较会自然会安尼，因为伊的层次比你较悬，较袂颠倒哦。所以出问题是伫个你无明众的时阵，颠倒就会厉害，颠倒厉害的执着着相都会强哦。然后又因为这款的苦乐吼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，所以虚妄不是真实的，一切无常在那边，在那边的时候，你放不下的时候就会扣得出来啊，那货，一样啊，这些扣那要那究竟苦边哦，是要究竟苦边，就是讲。这个爱真正无去，太能较劲，因为是安尼落来是安尼落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无去才，这苦边才会较劲的。因此是一定爱，相互做安尼，才有法度较劲的，较劲苦边啊。过来，这个业，包括有色法的部分，有心法的部分。新手法不好，那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取向，这个部分，要取水好。啊，搁来就是造业哈。人一颠倒的时候，执着啊，执着是啥？当然是着相，所以心执着相。啊，搁来呢？心跟心，心所跟心相应，取水好，贪嗔痴出来，贪嗔痴出来了，造业，造业了，熏成种子了，以后你要长生。长寿，总之一手的苦果，所以这种要不要的料的熏成种子啊？啊，熏成种子料，你来接受吼，伊个种子起现行所受的苦受。比如讲，你若去用生去遍地去，还得来苦受啊。哦，像迄非洲的吼，非洲的迄沙糖拢无啥通个食，啊，连水也无通个啉，啊，腹肚大大个啊。脚甲手啊，拢皮包骨尔吼。或者是讲堕畜生道吼，但是我捌听一个人家讲讲吼，讲有诶狗也嘛做，哦，虽然堕入畜生，啊，毋过吼，敢若嘛正享受福报，敢若正有吼。我讲吼，佮福报较好吼，嘛毋好堕畜生。伊讲袂啊，伊食正好。我讲我要食食好，你甲食看觅，看食会食袂吼？伊讲有啊，他有差啊，若做狗食迄嘛是算袂歹。我讲啊，你这已经是变麻痹啊，啊那麻痹啊，小儿麻痹吼，迄脚麻痹了，你甲电吼，迄个准袂去啊。我啊，你已经麻痹啊。迄麻痹就敢若迄小儿麻痹吼。啊，一边的迄个神经已经无啥正常，所以你甲准已经袂听。啊，敢有影小儿麻痹比正常人较好？你想看卖？还是植物人？伊讲，不有人甲讲讲，吼、哦，活人活咧足艰苦吼。啊，想我看植物人吼，拢人甲饲便便吼，也毋免烦恼，所以呢，植物人较好吼。哦，啊，迄个已经麻痹啊，迄个。没感觉，哈，
哎，有的是吃到吼没感觉，吼、哦，啊，没就近苦边吼，就近苦边其实，啊是是啊，诶、哦、诶，无明颠倒哦，你爱做也要善分别哦，啊说的吼。这个文思修啊，什么量都要具足啊，你看啥？他玩的究竟苦边，再来我们看哈、哦，最后这一段，如内入处跟外入处，这个是，哦，这里外面的色了，哦，内入处是正报嘛，哦，外入处的依报，那色法，哦，所以有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五尘。再来眼识耳鼻舌身意，这识的是心法。哦，啊，我记得饲料开始有触，哦，六触，再来六受，再来六思，再来六爱，这个是心所法。啊，我记得心所法料的开始，贪嗔痴造业啊，那爱跟着结啊。贪叫做福啊，有结人哦，也结何苦哦？啊，你所以结的是结何苦哦？因为也执着造业，所以结何苦？啊，有所苦之后就不能行善。不能行善，当然是取恶啊！啊，这个爱取啊，那有就是苦啊，这是整个因缘来的爱取有啊。头前这是业啦，业啊，爱过来贪啊。一个是结，一个是福的意思。所以爱叫做结，贪叫做福啊。看214页啊。第一段啊。第一段第三，诶，尔时尊者罗罗王一佛手，其手佛足退坐一面。白佛说：“善哉，世尊，为我说法。我闻法已，独一近处，这就是闻慧。哦，闻慧有的人，伊都靠想要修，所以独一近处，专精思维，不晃意住。啊，这个部分叫做总性住。哦，我多少下的总性去路跟处理，这个总性住，不晃意住的总性。”因为一罐种子有安住的种子啊，但是有那些有安住的种子是有安住的种子哦，伊还够有障碍阿别，我们比如说还有暴障，还有业障，所以伊要去路处理较难啊，所以要先不放逸住了吼，独一尽处吼，能够看吼，专精思维不放逸。不晃意注意如是思维，这得是这个去路。我闻慧呢有种性啊，我去路啊，这思维去路啊，在处理啊，修处理啊，就文会种性啊，来思维出去路，去路这块处理的种性，哦，大部分出家拢是直接出来，哦，跟来修个心境，哦，离欲界欲或离三界，哦，这去路，所以非家出家学到这去路，哦，
去路出家。后来修持幻行，哦，见法自知作证，他在出离，这个种性去路出离，哦，这有些层次的，所以大家要加油啊！哦，这个报障哦，业障慢慢来当去路啊出离，这是有将有将来才会给你拔掉的。哦，那出离了，看我都离欲戒欲哈，至少啦，至少离欲戒欲哈。再来最多哈，最多当然是，脱离三界成就佛道哈。对，我生以计换恨，以欲所作以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这蛮有层次啊。啊，再来222页，203经，导数第三行，时有一比丘来意佛所，起手佛足退出一面，白佛说：“世尊，如何知？如何见？见什么？见次第即得肉尽啊！这次第的包含是，那么吼。”不是理上的是，是事上渐渐超越的那是次第，哦，这次第的是慢慢超越去哈，哦，就是次第越来越往上超越哈，哦，离相越来越远哈，哦，次第哦即得往上落尽哈，哦，啊，这知见的是比量限量出来哈，那尔时世尊告比比丘，当正观无常啊，无常诸行无常嘛，变坏则苦嘛，所以要正观啊。那何等法无常啊？眼色，这是啥？这色法，眼色呢？心法，在眼处因缘生受。这心所法，哦，眼是心法，触受的心所法，啊，受什么？当然是受苦或受乐。或者是不苦不乐受。但是世间的有漏一定会有三种受。哦，世间的有漏一定会有三种漏。一定有苦乐，还有不苦不乐啊！但是福德公哦，实际上是究竟无有乐可言。为什么？一个是苦，一个是坏苦，一个是什么？行苦。哦，这我之前冇讲过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业变。哦，所以当观无常啊，到后来都是会变异成苦。哦，所以耳鼻舌身意当观无常，若法意识。色法，再来心法，再来意处，处因缘生受，这心所法，哦，心所法了，你这苦乐两边哦，你又会起贪嗔，哦，取向取谁好，造业，又熏成种子，哦，又要开始受，哦，这人家循环不停，哦，那。这样子的话，比丘如是要如是知，如是见，次第怎么让它尽？哦，卖好这个一滴恶性循环，搁再继续落去，会愈来愈提升起来。好，使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作礼而去。哈，如是比丘所说经，若差别者如何知？如何见次第？哦，注意这次第，不是顿，不是理顿，是事件。次第让他，哦，慢慢断尽哦，断一切苦哦，苦的是拔掉的，好，你无得行上就是苦哦。那什么是死？